们知道猪也要运动吗？养猪人应该比较了解，妊娠母猪如果没有足够的运动量，容易导致子猪弱胎甚至流产，对后续的使用年限、产崽数、产程时间等等都有影响，会给猪场造成比较大的损失。而母猪电子饲喂站不仅可以解决现喂栏饲养母猪的弊端，还能福利化喂养呢。母猪采食完不仅可以适量活动，还可以实现怀孕母猪的精准放标，机器会根据该猪只当天的饲喂量与采食量分配剩余采食量，同时机器会自动检测采食数据，猪只采食异常会报警，方便猪场人员管理查看猪只情况，减少人力投入，给猪场提高更大效益。